台湾嘉港的首富土地王林育玲，三重帮的老二盖了地堡豪宅，老三林荣三拥有联邦集团和自由时报，老大林育琦早逝，第二代盖了台北101和地标红国大楼，2000年被抽银根，605亿负债，10年还清，红国集团大复活。你这一辈子欠人的，你下辈子还是要还。嗯哼，所以这辈子赶快还。独家专访林鸿道，看缅甸变身富可敌国的故事。礼拜天中午12:55，台湾亮起来，三重帮的故事。